这次上唇被抓，安盛股票大涨，多亏了你。安盛不能没有你，就这么有信心，董事们会让我重回安盛？那是必须的。过去我也这么认为，但事实上，作为一个公司没了谁都会照样运转。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，不只是安盛可以没有我，我也可以没有安盛。哥，你不会是不想回来了吧？ 不用去操心工作，每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好吗？你就不担心你天天在家待着，你喜欢的人嫌弃你啊？我才不会呢。说认真的，如果董事会通过决议，你必须得回来。先不说这个了，你的那笔赌债，我给你凑好了一半，那两套房产也有人出价了，凑到一块正好够你还债了。你的房子留着跟你喜欢的人结婚用吧。 我已经准备把我妈那套房子卖了，不是舍不得吗？是舍不得。可是我相信，如果我妈在的话，她会支持我的决定。她不像大家所说的那个样子。我知道。嗯。啊，对了，那些钱我不能白拿你的，我用我的股份抵给你。 不用了，算我借你的。你借我，你就不担心我不还给你吗？亲兄弟明算账，让我心里舒坦。行，就照你说的办。哼，比起我自己的事情啊，安盛资金才是大问题。嗯，这身体还没恢复呢，就开始操心起工作了。我们小王总成熟了啊。那不操心不行啊。哥，说句肺腑之言。 我想让你帮我。
安省现在元气大伤，资金方面出现问题，二期项目选。如果现在有人想投资安省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谈一谈？ 大仔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受了点小伤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哦，这位应该是王思威。何太，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就是王菊安吧？对，好眼光。<笑>要说眼光好，何太太您更胜一筹啊！转型旅游业做得风生水起的。 像您和先生这样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才值得我们敬佩啊！是，何太有意投资安盛，说明您的眼光是一流的。你看看这二位会说话吧？这一句话呀，把我们两口都给夸了。<笑><笑>快快快快，来坐坐。好，来我来。快点快点。<笑>对，你们不用跟我确认了，这届汉服展我就不参加了。我现在在佳慧国际医院陪我妈。 当然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再见，天林。哎，你别管我，你去参加汉服展。什么汉服展？卖保险的。您看看，这是我为您最新设计的汉服，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吗？ 我觉得挺好，根本就不需要改。真的？嗯，您喜欢啊？啊，我喜欢啊。<笑>哎，田玲啊，你的这个设计方案跟以前的风格变化很大呀。嗯。以前您总说我幼稚，一开始我不承认。可是最近我才慢慢发现，我的汉服受众都是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小青年。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，就对我们的产品不感兴趣了。我好好想了一下，您说的对。要是想吸引各个年龄段的人，产品的设计就应该成熟一点。奇怪啊，以前我怎么说你，你都不听，现在不管你了吧？你倒听话了。人生的悖论。 行了吗？啊，外面特别冷，我推您进去吧。哎，别，好不容易出来透口气，我不想回病房。您别着凉了，咱再待会儿。你也真是的，明天我就出院了，医生都不担心我，你倒担心我。还不是因为您自己强烈要求出院。对了，我听他们说，明天您一出院就要开董事会，在家歇两天吧。 有一件事情啊，不能再拖了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安盛不好好的吗？今天早上我看股价还涨了。有什么事儿比身体更重要啊？我想让董事会重新考虑安盛总裁的人选。您是说，您想让安哥哥回安盛？是啊，当初。 我赶他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还怪我吗？那个时候呢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。后来你不说了吧，我倒开始反思自己了。妈，您怎么也这样啊？嗯、这就是人生的悖论。<笑>你看啊，嗯。 这个颜色和总体的设计真的特别好，点睛之笔。
您大病初愈，还特地赶来，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呀。不过看到您恢复的这么好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感谢大家，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，对于我和安盛集团的信任和支持。未来，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 所以还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一起并肩作战。董事长，我提一句，安盛的股价能够得到稳定，王总，啊，我是说王居安王总，那可是功不可没呀。有没有可能把他请回来呀？这怎么可以啊？你这不是朝令夕改吗？ 有一句讲一句啊，王总的业务能力虽然突出，但是他搞出了这么多丑闻，万一他一回来，我们的股价又跌了，你这怎么办啊？你怎么？好了，你们别争了。关于王居安是否留任，我们进行举手表决吧。同意的，请举手。 既然是这样，我尊重大家的意见。紧张吗？有点儿。 还是想回来。我是在担心他们要让我继续担任 CEO， 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反对占多数吧。 太好了，对于安盛，我俯仰无愧。眼下，我只想抓住最最重要的。当看过了现实的变形，便开始和这世界。 反复较劲，也习惯性的冷面独行，不知谁最后能守住我的心，像蒙蔽风景的玻璃，远远看得清，却又看不清为何我。 总是这样偏执且任性，伤人的话让人疼痛欲尽，却要故作透明。为何我们面对着彼此要那么理性？一开始工作会有些困难，而且会有人质疑。我一向喜欢挑战，不想在舒适区待太久。你没有影响工作。 所以你是结婚还是离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有想法就早做准备，万一机会来了。
就要一把抓住。看过了现实的原型，应该是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兄弟几个要团结，在具体事务上我和思维有点分歧，那也是正常的，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爸妈都不在了，只要我们三个觉得我们是亲兄弟就行。像梦里风景的玻璃，远远看得清，却又搞不清为何我们总是这样偏执且任性。伤人的话让人疼痛欲泣，却要是我的英雄，是整个安盛的英雄，我们将战无不胜。今天的你很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19条、第221条、第266条、第234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尚淳，犯侵犯商业秘密罪、故意伤害罪、诈骗罪、损害商业信誉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6年；被告人李琦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；被告人汤恨水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你怎么来了？毕竟夫妻一场。那里？对了，有件事你该知道。王思薇说，当年夺地板的事是他捅出去，让你别再怪王君安了。王思薇？他为什么？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该考虑自己的将来了。将来？我还有什么将来？上车吧。昨天才回顾，记忆太醒目，可我们无法再往前一步。一次次被挥霍掉的在乎，堆成情绪渴望我们应付，爱很强烈跌宕起伏交错，到底哪里才是爱的终身之处。兄弟讲的是感情，不是血缘。我再说一遍，独地板的事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面子比人命还重要吗？兄弟，来就帮我出出主意，你别跟我说教训行不行？你确实做错了，害人害己啊。醒悟，为何我们
再往前一步，到底哪里才是爱的终身之处？危险以后啊，我照着你，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同学，最好的兄弟。好兄弟。谁啊？来了。你来了。你要不要进来？屋里有点乱啊。你要来坐这儿。时间挺快哦，一年的邻居也是一眨眼的功夫。是啊，我感觉你带我看这套房子的时候跟昨天一样。明天就走啊？嗯，上午。哦。可乐让我过来跟你说再见。那，你帮我跟他说，赵叔收到了。再见。啊，那。你。还有什么别的事儿要说吗？我想说。什么？还有啤酒吗？早上好。嗯，早啊。都准备好了。你先吃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一块吃啊？你早过来就是为了给我做饭。昨晚如果说了不该说的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昨天喝多了。
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是昨天没喝多的话，就不会跟我说那句话了？也许吧。可乐要行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你为什么不能承认你喜欢我啊？为什么不能承认啊？你知道25岁的小姑娘和35岁的女人区别是什么吗？差10岁。25岁可以为了爱情奋不顾身，可是到了35岁的时候，会顾虑重重，衡量利弊，因为他们要对自己每一个选择负责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你妈妈知道你的女朋友不但比你大，而且还离婚带娃，她会是什么反应？她的反应跟我的决定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在乎她的看法，是因为这些问题现在只是想象，说说容易，可是变成现实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如果你妈嫌弃我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你妈不喜欢可乐，你又会怎么做？这些问题不是一句你不在乎就可以解决的。婚姻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它既关乎到可乐，也关乎到你父母。当然，我相信你是真心的，但是我不相信你有处理这种琐碎事情的能力，我也不相信我自己有这种能力。所以，继续做朋友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来这儿住快一年了？我妈从来都没来看过我。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因为我告诉她有你，她知道你离过婚，她也知道你有一个孩子。我不让她来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她打扰我们。你都告诉她了？一开始她确实很反对。但是我跟他解释了，最后我妈决定尊重我的决定，所以你说那些障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我没有答应做你的女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也会怕呀。你怕什么？你所有的那些担心我都怕，但是我不能逃避，我得面对啊。而且我不想得到你的答案以后才去这么做，因为我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背着这些压力。我知道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可能还会遇到别的问题，我也不能保证我全部都能解决得好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力不让你受委屈。我之前一直不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我不能确定你是不是也喜欢我，可是经过昨天晚上以后，我确定。你之前问我的问题我先想好答案。什么问题？你说如果我妈和我的女朋友同时掉到河里，我会先救谁？救谁？我妈。她会游泳。余生请多指教。你这动作够快的，结婚证都领了，你看看。我也觉得有点快，我总想着谈恋爱嘛，得有个3年5年的再领证。我这么着急忙慌的把自己嫁了，是不是显得我太不矜持了？天
呢。少来了吧你，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你偷了人家周远山的户口本自己去领的。什么呀，是他逼着我去的，人家非得给我一个家。天哪，我想着那就不矜持就不矜持了吧。你这喜酒打算什么时候请我们呀？喜酒就不办了，太麻烦了，我们打算旅游结婚。哎，不过红包都得给啊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那必须的呀，我给你准备个大红包，你经过了这么多的波折，终于有了个好结果，多不容易啊，我们都替你高兴呢，是吧？来，我们举杯为青金庆祝一下。祝贺，谢谢。哎，不过好像喜结良缘的也不止我一个吧，我就怕我这红包在兜里还没捂热就得给出去了。啊，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想法。还没这想法呀？老王好不容易想结婚了，你再不抓紧，他又变成不婚主义者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是他的损失啊。婚姻这种事情啊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我目前的目标啊，就是要把事业的基础先打好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女人搞事业远远比谈恋爱来的回报率高多了。你这个已婚人士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呀？我已婚怎么了？已婚我也是经济独立的自由女性。现在想明白了是吧？还不晚吧。对了，那从姐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和那个赵赵祥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想到你们斗来斗去这么多年竟然还斗出了深厚的感情啊。可不嘛，这就是人家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老天爷都安排好啦，我告诉你。真的没有，我跟他只不过喂，你接到可乐啦？那赶紧回来吧。他要吃奶油蛋糕，不行，他那么胖了，少吃甜食，用自己的零花钱也不行。水果可以，其他的不需要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自己看着办吧啊，一会儿见。喂，你赶快回来吧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就这样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们俩，我跟他真的没有考虑以后的事情，真的。那就考虑考虑现在吧。哎，好，来来来。王姐，快来。好，多吃点啊。谢谢阿姨。真是谢天谢地啊，你终于没事了。你是不知道那些日子，我们家钟声哭的呀。妈，你别瞎说，谁哭了？你不信，你问你爸。钟声是挺不容易的，但是真正遭罪的还是王姐。我们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。我做了这么一桌，这个都是家常菜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随便吃啊，来来，先吃块牛肉。快快快，多吃点啊，看你瘦的。牛肉，来来来，多吃点鱼。够了，多吃多吃啊。好好好。其实，不用你们说，我也知道，钟声为我做了很大的牺牲。不但没有出国，还差点休了学。那叫什么牺牲啊？我只是发现了，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更重要的。哎，别说说。总之呢，你是为了我才放弃公派留学的，应该给我个机会补偿。放心，费用由我来出。以你的成绩，无论去哪儿都没有问题，而且我现在也很有信心，无论我们分开多久，距离多远，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。可是我不想跟你分开啊。那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你去陪读，我陪着你。不行，你现在身体还没调养好，不能到处乱跑。爸妈，我想过了，其实出国读书不一定是更好的选择。现在国内的教育资源也挺好的，而且我之前想出去呢，是想去外面看看，觉得山的那一边可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不过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才发现，去哪儿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而你就是我的家，是让我扎根的罗马。我一辈子都做你的罗，做你的马。谁让你做骆驼马？该吃饭了，快吃吧。好。
哦，对了，这个呢，是我上次看直播的时候买的电动牙刷。咱们不是说一直想去罗马吗？这个牙刷它的名字就叫罗马柱，是不是跟我们很有缘分？嗯，是不是阿姨？好。嗯。其实每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，我就在幻想，跟你在一起该有多美好。别瞎说，妈妈看着呢。来，快吃。您让我去市场部当主管？对，是我朋友开的公司，规模不比安盛小。你跟王君安的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，热度也散得差不多了，你现在应该好好出来工作。谢谢董事长的挂念，可是我怎么还记恨我啊？千万别误会，只是我有了新的职业规划。哦，真的？哎，那您有什么新的方向吗？具体是哪家公司？不是公司，我准备重新回去学服装设计。服装设计？嗯，我听天灵说过，你好像有这方面的基础。小的时候一直在学美术，大学的时候呢也想报考过设计专业，出于现实的考量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工商管理。董事长，我记得您曾经问过我梦想是什么。你说梦想是奢侈品，对吧？是，我觉得梦想是每个人身上最贵的东西。可是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，再从头开始能适应吗？不去尝试就永远不会有答案。我不想被过去的自己困住，想勇敢一点。所以董事长，您的好意我可能要辜负了。其实给你介绍工作也不全都是为你，更多的是为我自己，因为我内心有愧，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跟你道歉，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。董事长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你说的对，人呐，就是应该勇敢一点。我承认我曾经利用过你，也想拆散你跟王觉安，其实你都知道，但是你还一直帮我，真的对不起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还是说说你的理想吧。你喜欢做什么就放手去做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董事长。慢一点啊，小心一点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别着急啊，马上就到了，不能睁眼啊。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马上来。嗯，到了，睁眼吧。云未动，风未动，我的思绪被无端牵动。表面这真漂亮，喜欢吗？怪不得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都躲在这儿呢吧？还有个更好的地方，带你去转转。我们都不擅长于揭开真实自我，爱得越浓，言语却越不同。只有在我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，最诚实的我才真的无处藏躲。我们从来都不敢想把爱情轻诉说。你这是打算开餐厅吗？答对了，不过这不是一般的餐馆。蛋饼是你给我做的，黑皮馄饨是我们一起吃的，熏鱼是王简的心头好，海棠糕是王思薇的最爱，祥庆喜欢生煎，从容喜欢糖藕，这里的每一样都有他的记忆，而且还会越来越多。开个餐馆还有这么多的说道，看来你对上海的美食啊真的是很执着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是海派文化长廊的开幕仪式，
你不打算去吗？那是王思维负责的项目，而且他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况且张亚楠都退居二线了，我何必去抢他的风头呢？可那也是你的梦想呀。我的梦想现在是我们的店和我们的将来，这儿才是最有温度的地方。人生上半场误入浮华，人生下半场干脆泡在厨房。那你更喜欢哪一场呢？喜欢能让我们一直幸福下去的地方。我也是。还有最后一道压轴菜，不温不火，消失在每一次被你需要的时候，甚至怀疑过那个是真切的我。我们从来都不敢，这不是那件你说过这是你梦想中的婚纱，你还记得吗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当然不错。我隐藏着爱的感受，也刻意的反驳，怕真心会被你识破。这一次不想再让你一世把爱情轻诉说。曾经以为越是靠近那个浮华世界就会越接近幸福，兜兜转转才发现与幸福背道而驰。现在的我能够坚持我所追求的，守护我所珍爱的，成为了他的铠甲，亦是他的软肋，这大概就是幸福该有的样子。这城市里进退，寻找自己的座位，多少人也一样如梦如醉，强迫崩溃。